其实成功真的谁说了算，没有人知道。但是你要记得，成功不是只有一种方法，所以一定要记得找一个最适合你们自己的，千万不要胡乱的去 copy 人家成功的例子，一定要想清楚。我们应该用一种非常快乐、非常正的能量去面对所有的事情。每一天早上我们对着他，我就问他，你是谁？我是刘德华。你有辜负过你自己吗？你有违背过你自己吗？你有欺骗过你自己吗？每一天都问一次。然后清醒了，清楚了，洗一把脸，干干净净的脸，然后走出去跟你家人，然后给他一个微笑，给你邻居一个微笑，给在街上的陌生人，给他们一个微笑，给那些失败的人一个微笑。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充满爱。如果这个世界充满爱，我们所有人离开成功还会远吗？不会。